我叫肖世忠，一名生产组长。2009年进入公司，从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少年，现在成长为公司的管理人员，并在公司找到我一生的挚爱，现在的爱人。在此非常感谢公司的培养和给我的机会。现在我组织和指挥本组的生产，督导本组人员自觉按岗位工艺要求，严格执行工艺流程和设备安全操作，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严格的质量管控，带领本组人员按质按量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用我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回报公司，和公司一起成长，更上一层楼。